製造業メタセガバリバリスーパーワーマートリマルコーセガバリバリバヘイバディ我在友們我是戰所以所以今天做我們的Anime 次元時候到了新進來的朋友的話这边有一个红色的板凳，是不是？跟着一巴掌的要拍下去先。那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影片了。好，收我介绍这个卡就是 Starfy 的 Omega Grandios 这一 season 去，也就是零九个片。突然他有善于的人格来了。二灯呢，他想把全世界变成僵尸样子。哎，根本就是抄游戏王的 DS 吧。他对战跟善良的托人呢，他使用 A 闪四小时来打败这个邪恶。但是我没有想到，邪恶托人呢 ，It's a bang。他真正王牌就在后面，叫做 Omega Grandios。Omega Grandios 化形为无限的转身，他可是封印过来的。第一个效果，当你五张以上的话，可以发动这效果。只要你做到这些开始时候，当对手若有五张以上的话，你可以获得胜利。这个卡是属于特殊胜利卡，它招牌叫做。第二个效果是启动效果，但你有上去有四张以上，你可以发动 Color Plus， 选择你的手牌第一张比 Reverse 卡，把所有弱的卡变成 Omega 了。第三个效果，你的卡名有单位叫 Reverse 卡的时候，在 Reverse 对手一个 Unit 时候被 Lock， 这回合只能使用一次罢了。最后一个效果是，当所有被 Reverse 卡的时候，可以当成是零九个，再加 Power 是4000。这个卡可是升级的卡来的，又有特殊升级方法，又可以把别三个 Reverse 卡可以当成零九个。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系列卡吧。Omega Look Gandio， 它效果是 Color Bus 数，打开后同名字。如果你的号叫做 Gandio 的话，可以得到这个效果。当你的 Red 有代名 Reverse 卡的时候，每一张有你的 Red 是 Reverse 卡的时候，必须要选择对手的 Red 在场上啊，从他卡组上面 Lock 起来。如果你 Damage 超过五张的话，对手不可以 Unlock， 也就是所谓的 Omega Look。Omega Four Gandio 这个卡打开一下同一个名字，然后再配掉两个 Reverse 卡配掉。对手选择多少张卡，再点麦双点缀卡把它弄掉。如果一样是输的话，从他的动作里面就放在点麦双那边。这个我是不大清楚他第一个效果，不过有什么大大可以教会我就可以了，谢谢。这个第二个效果很明显咯 ，Color Plus 抽一张，然后是一滴血。也是遇到这个情况啊，都不知道送我第一讲解状况一，如果是 tank 的话，这样我可以发动特殊声音吗？这个不可以，因为呢它只是指定对方，而不是整个玩家，除非是你跟你的队友都是玩 Omega Grandios 啊，才可以。状况二，原生翻盖可以吗？这个不能。状况三，这 Reborn 可以吗？其实是可以的，可以当成是你的 Reverse 卡。状况是下一批版本了，如果对手有 SS 的话，五个人的 unit 被 low 呀，还可以发动吗？其实是可以的，只要它效果哪位写五个 unit 以上的话，就可以得到特殊胜利啊。就算对手交新的 unit 啊，还是一样被 low 的话，还是可以发动。幸好它的效果哪位有写五个 unit 以上。你先想很难解落下，不过在动画邪恶托人呢，他骗善良托人讲，你的西闪是不可能用解开我的 Omega Lock。 其实我发现了啊，善良托人其实是不够 cost 啊，所以弄不到西闪式的效果，因为他消耗太多 cost 了，所以也没有办法。不过 IG 呢是抓好时机可以解开 Lock 啊。不过现在在 G 时代啊，有不少的卡可以解开 Lock 的方法，所以后面将没有什么威胁性啦。以上就是 Omega Grandios 的讲解了。不过我想跟大家说是，我知道今年2020啊是最后一年了，反正明天就要到2021啊，我们要坚持下去，不管是事业啊，我相信2021就是牛年，我们可以扭转乾坤的。我们要相信自己，不要想负面的东西，我们要想正面，把2020的东西把它忘掉，当成是过眼云烟。2021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扭转乾坤，我们要相信自己，以正面角度来想，可以帮助自己往未来的道路向前走。我们要迎接2021吧，无论发生何事，危机可以转成转机，加油！好了，影片到尾了。如果你超越终极无敌喜欢我的影片吧，记得按 like 去给我看。如果你是新来观众，记得按小门，记得按小门铃哦。以及下方朋友们，谢谢。放心，这个五个反串不了的。若还是你是，你跟我讲，我直接用 M word 给他拜拜就可以了。没有，开玩笑吧。好了，我们明年再等待新 video 吧。欢迎2021吧，再见2020 ，Charles 2020。我们的游戏王加油游戏已经突破了100人数了。来，在这里谢谢你们啦，愿意加入我们的游戏王交流区啊！现在还来得及加入我们的游戏王交流区，这边有一个转板凳，是不是跟他一把大大的攀下去，现在你就成为我们的新的大家庭了。不管你可以在那边交流、吹水或者切磋都可以，赶快加入我们的新的大家庭吧！